二十七日，周立波晒出一段视频，讲述自己如何看待养老生活。视频中可以看到周立波所居住的豪宅，欧式装修十分奢华。周立波罕见地晒出了自家豪宅内景，欧式大客厅太抢镜，让人感叹不已。周立波豪宅内景罕见曝光，欧式客厅太抢镜，摆满盆栽，大得像花园。欧式装修风格显得非常气派，最重要的是客厅宽敞的让人惊讶。虽然因为距离太远都无法看清电视柜的具体风格，但依稀可以看见有金色的小收装饰物，这客厅是真大呀。客厅里还有很多精细的摆件，小几上放着紫红色的精致木雕，入眼是摆满客厅的盆栽，面积大的仿佛一处花园。周立波发发文感叹，老人家也老得快乐，并附上了一则短视频。这段视频中拍摄老年女子出场时，有一个长镜头，她从门后一直走到接近餐上的空地上，使得周立波家的客厅完整的暴露出来。此前网上曝光过周立波老婆的一处房产，虽然装修风格不一样，但面积非常可观，房子里的装饰物也价格不菲。